啊、俄罗斯人就很厉害了哈。对啊，那你们喝酒有什么规矩吗？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个节日都离不开酒，不论是婚礼或者生日或者另外一个 party， 我们的 party 都会有酒。然后你们刚刚说了那个伏特加是我们的最有名的酒，然后不一定是每个人会喝，我没有喝过。那听说你们的空酒瓶不可以放在桌子上面啊？对。Why？ 第一不好看，第二没有酒喝，第三我们会觉得就是想骗，我们会骗穷，就是变穷，对，变穷，因为穷所以酒都空的，没有喝，对，空的。那这个俄罗斯人喝酒之前，那个巴西是要讲 savuji， 啊，我们会说。那俄罗斯人喝酒之前要讲什么祝福的话？喝酒之前我们一定要说祝酒词。祝酒词，对，就刚讲春夏秋冬啊。我以为祝酒足嘞，祝酒词这么严重哇？祝酒词是什么？祝酒词就是，比如说呢，如果我过生日的话，我邀请了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的 party 过生日， yeah. 然后你们每一个人要对我来说一些祝福的话。这样子，是，对对对， okay， 所以你们不要随便吃，随便喝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来我的 party， 你要祝福我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对，你会怎么说？用俄文吗 ？Yes, of course. The whole party. Поздравляю с днем рождения. Желаю всего самого хорошего, счастья, здоровья, хорошего настроения. 但是我会说很久，我会，如果我们是好的朋友们的话，我会想起来好笑的事情，然后告诉大家。想十分钟也差不多。就是个10分钟、15分钟、20分钟，如果我想其他的人。这过程我其他人不能喝吗？不会，要等着我说完才能。所以那我生日不要，不能邀请超过5个哈，不然真的时间一个小时就过去了，太漂亮了。我之前遇过，所以呢，不可以随便吃随便喝。比如说在美国，你们想喝什么时候就可以喝，对吗？在俄罗斯不可以，要先听完。然后一起来干杯，这样子。OK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祝酒词，有的是比较特别的。所以，对我们来说，祝酒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祝酒。然后我们比如说呢，如果是婚礼或者比较伟大的节日的话，我们会提前想想说什么好，然后说比较好笑的或者幽默的一句话。然后父母，对，父母他们会分享他们的生活的故事或者这样。哇，是俄罗斯的特色。我觉得战斗民族应该没有，而且俄罗斯要喝酒好麻烦。祝酒词讲完之后的每一杯就随便喝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还有下一个要祝酒词啊？有吗？这么累？就是每个人要说一次。对啊 ，OK， 每个人都讲完之后就可以随便喝了 ，right？ 不是，要说。给人觉得疯了。比较标准的一些祝酒词，比如说呢，祝你身体健康，或者来我们为所有的漂亮的女生干杯，我们为身体健康干杯，我们有一个名目，每干一杯都要想一个什么，好累哦。OK， 好，我们为了柯文哲不再说错话，干杯。对不对？这蛮多事情的，笑什么？他们好忙哦，蛮好笑的。不是啊，因为这样还蛮酷的，为了要多喝酒，我要想好多。对，我觉得这样还蛮酷的，这样还蛮酷的，就是太累吧？不会，这样好玩呢。真的吗？这样好玩呢。你要想一堆无为不为的、啊，这算是哎，是这样的，一个新的游戏哦，喝酒可以玩一个新的游戏。说说，哎，希望你可以更醉一点，干杯！对，可以啊，哈 ，OK， 好，希望纳豆以后一夜七次，干杯！那就算比现在再少两次，对不对？不用经过这个。啊，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个？因为喝酒其实有碰到一些外地人，有没有因为不了解当地的习俗闹出一些笑话？不是危险，有没有可能？不算小，对，危险。我在厄瓜多的时候有遇过，中南美洲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南美洲，好像都是这样。就是那一天，我跟我们就是做完外景以后，然后因为隔天是中午的班，然后导游就说，那不然我们去外面喝一杯。然后他说他们那边的啤酒不错，然后就带我去一个 bar， 然后就一坐下来就是一个700cc 的那个啤酒瓶，然后我们就。对干这样干杯，然后那个是华人，那个不是当地人，可是他是会讲那个拉丁文，
喝完以后，我就看到他喝完，因为喝完啤酒，我们喝下去一定是会打嗝嘛，就看到导游这样，我想说你在娘什么？啤酒喝完一个是啊，超爽这样，就是才是喝啤酒的感觉嘛。就然后我就这样喝完，棒，打完一个啤酒瓶就从我这边咻，棒，打我后面，哇塞！我想说 what the。然后我看啤酒瓶是从哪里飞过来的，就那个人那一桌四个壮汉已经站起来，而且他们身上都有带喷子，我有点傻眼。其实因为我原本是杀气看过去，看他们都有枪，我就先吞了一口气。我们导游直接冲过去拦住说 sorry， 他不是当地人，他不知道规矩，很抱歉，他不是对你们。然后我才知道，我们导游跟我说，如果你对着一个人打嗝，在 club 里面你对一个人打嗝，就等于是你直接把你的裤子脱下来，在他面前对着他放屁，你就都是身体里面出来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可就是美国人也是这样，打嗝还是西方人对打嗝很在乎，放屁反而他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对，要看每个人的习惯。美国好像还有欧洲特别在，很多美国人会，欧洲人也是会觉得打嗝很没有礼貌。对，嗯，但我们也是很。Okay. Where are you from? Max， 美国的哪里？西雅图。西雅图，西雅图，应该哈。OK， 我们去西雅图就。啊，我说我们比较礼貌，我们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。啊 ，OK， 可以。所以厄瓜多不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在听完大家分享各国有趣的 party 经验以及喝酒文化后，大家是否也觉得相当有意思呢？而接下来，炫庆将为我们示范在韩国喝酒一定要玩的游戏。好嘞，韩国怎么玩？真的，韩国人真的非常爱喝酒，每天去喝，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学业压力太大，所以一定要发泄。然后他们不会单纯的喝这个。一定要真露，一定要对，一定要喝起那个一起混的，加啤酒去混它。对对对，然后秀一下，有很多方法，其中我选两个。好，那先打开啤酒。嗯、这我们台湾有高粱跟啤酒，那个什么深水炸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加威士忌啊，对啊。是啤酒，先放，然后呢？为什么要打？因为这在里面，哎，混什么？里面的空气哦。OK， 好，在里面混，放旁边。好，好了，好，刚好扶在那边，刚好扶着，对，扶着，然后这时候加入烧酒，加烧酒。然后呢？然后再加啤酒，再加啤酒，烧酒大概到了一半。然后，哇塞，这超混在一起，哇哦！然后就这样把它喝掉，然后还在下面，对对，好，这样对，它在下面，这样子跟我们的深水炸弹有什么两样？到了丢进去是不是一样意思？这很简单的，很普通啊！我秀你台湾的方法比较快了，来了，那我待会再给你。是不是比较简单？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。那意思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还量了老半天，你光这个，我们只是憋着。哎呦，被打击到。我们只是杯子是一直真空的关系，留在下面的关系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韩剧淑女嘛，韩国偶像团体淑女嘛，很像铁塔滚下去。对，是我们的深水炸弹的意思嘛。啊，还有什么玩法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好，现在要做是另外一种，一样。是 domino 的 domino。domino。domino。你看不太会倒啤酒，泡都倒太多。要卑鄙下流了。OK， 好 ，Domino。哇！就是那个赛的 MV 里面有出现的。哇！哇！然后呢？然后嘞？我来试。哇！
你要对，如果我跟主管们常常啊，跟主管们一起去喝嘛，然后主要给主管要拍马屁的时候， yeah. 要这样子，怎么喝？摆正，磕头，要头磕头。哇靠！成功应该全部都进去了，应该要全部的。不代表我没有给你忠诚的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再弄。哦，所以要磕用力一点，你要磕到全部都进去。怎么可能？那如果头破了怎么办呢、啊？头破血流怎么办？所以一磕就全部都要进去。来，麦克风，那这样子失败的话就只能给重来哦，就没有失败怎样？那个你要抠的话，我觉得你这边垫个纸吧，我怕待会儿那个电视公司要赔你了，怕你头破血流了。失败的话，我要秀给你们别的哦。这样子啊，真不小心。等一下，你镜头要拉整个，对。你要，那你另外一个特写杯子，他们录完就脑子。你们有没有给他买保险啊？哇，韩国人这样拼的、哦，要不要帮你磕？你哇，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，天哪，主管在这里。哦，主管在这里，那边主管。然后你要讲什么？是韩文、啊。我一辈子会啊，韩文哦。用韩文。冲上。什么意思？骂人啊！没有忠诚，服从，忠诚一辈子，冲上。你真的会讲韩文吗？对啊，我一辈子服从，我一辈子忠诚，忠诚的意思。哎呦，哇靠！这是对领导讲的话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没有没有帮你啊，真的没关系。帮忙。哎，就是这样对不对？好，准备，再来，冲上游。出场哟！也只有一个，再一个，出场哟！都不会疼吗？都不会疼。哇！靠！然后这样子打下去之后，是主管喝还是员工喝啊？进完之后是全部都员工喝掉吗？我就进主管，然后自己也喝一个。哦，然后喝的时候头要转过去。哇，以后都不会疼吗？还有啊，还有我的鼻子有一条啊。还有。好，假装就下面是啤酒，上面是烧酒 ，OK， 好。另外一种是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今天在表演铁头功哎。另外一种是很想打高尔夫球啊，如果是空的啤酒杯的话，嗯。哦，那你拿那个小的下杯，拿空的啤酒杯当做那个，这个可以吗？这可以，这个。那你用这个嘞，把它盖起来，盖起来。基本上他们要拿空啤酒杯来当做是那个锤的。胸膛！哇！我靠！韩国人喝酒蛮有名堂的。哎，还有这样喝一喝，还有很浪费。还有啊，撒了好多。再来哦，还有啊。哦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啦。没有了。哦，头还没流血，可以再来。用我的头。而且这个喝酒是用在拼命的，对不对？拼命的。我这韩国人喝酒可以戴安全帽。你们应该有人这个头有磕破吧？有没有这样子？应该会有吧。我觉得那个力气没有砸后啊，西尊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尤其是喝醉酒，根本就不痛。最后了，这样子。各位观众，哎呦，梅姐，嗨嗨嗨，不是、啊，作为一个观众，对节目也要怎样忠诚？哎、欸，怎么打？对对，就这样。高尔夫球。哎呦。不用太大力，用力点，用力点！你来了，你来，你来，你都已经拿了。好恐怖！小心衣服哦。自己喷。怎样？喷到你的。不是，怎样让它每个都掉进去？你就用打这个来撞这个，这样。他说就像打高尔夫球那样子，你只要打。OK， 好。谢谢。
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看我们这些精彩的内容，赶快点选这些影片哦。